3D Radio 真相发掘。以下节目所有内容纯属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了如指掌？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真是神的演绎？当你指责人家是异端的时候，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啊？敲天铎，宗教研究学家，带你从新的角度了解宗教。圣经研究明珠台，咁啊，上兩次咧，我就喺度恥笑一啲華人教會或者係華人基督徒，即係佢哋講過或者寫過一啲嘅戇居嘢啦。咁啊，為咗唔好令人覺得我有種族歧視嘅傾向咧，咁所以我就今次想講下一啲北美華嗰啲西人教會啊，或者西人神學院做嘅一啲歧視啊。咁啊，即係奇人歧視啦。咁早兩日呢，就喺朋友介紹之下呢，咁我就留意到喺北美嗰度有間神學院，個名叫做 Grace Baptist College 喎。咁佢好得意喎，佢講到明係唔會教希臘文嘅。咁當然希伯來文啊、亞蘭文啊，咁即係嗰啲同原文有關所有嘢佢都唔會教啦。咁點解咁明目張膽呢？咁唔係因為佢唔係因為佢啲學生懶喎，而係佢有一個好重要嘅神學啟示，咁佢係決定咁樣做嘅喎。咁佢咁樣講，咁書面睇下啦。佢話：Here at Grace Baptist College, the firm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is training institution is built is an absolute conviction that the King James Bible is God's perfect preserved word for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佢個意思即係話咧，因為即係呢間神學院啊，佢係相信King James Bible 係上帝，即係神所默示嘅，係上帝嘅話語。咁啊，因為你知啦，King James Bible 係即係英文噶啦，咁啊即係既然佢本身已經係上帝嘅話語，咁就完全冇必要去學其他嗰啲語言啦，啲咩希臘文啊、希伯來文，因為佢哋唔能夠幫助你了解 King James Bible 噶嘛。咁所以佢哋嘅拜，佢哋嘅聖經其實就係 King James。哇！真係犀利啊！真係，即係佢哋，即係佢啲學生第日畢咗業咧，佢哋就即係唔係即係嚴格上嚟講，佢哋唔係聖經嘅，expert 喎，即係佢哋係 King James Bible 嘅 expert 喎，真係奇嘅，真係。咁嗰間唔係唯一間㗎，咁頭先嗰間叫做 Grace Baptist College， 睇個名可能同浸信會有啲關係啊，即係我估嘅啫嚇。咁另外一間叫做 West Coast Baptist College 啊，都類似啊，即係冇咁離譜啊，不過都類似啊，又係 Baptist， 唔知係咪即係啲浸信會有鋪人啊？咁根據佢哋嘅教條啊，即係佢哋嘅信仰嘅教條，咁其中講到聖經嗰一欄咧，佢就咁講 ：We believe the King James Version is the preserved Word of God for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nd is the only acceptable translation to be used in this college by faculty or students。佢就講喎，
一模一样啊，同之前其实系类似啊。佢就话 King James Bible 啊，就系上帝嘅话语，咁系唯一值得可以接受嘅英文译本。咁喺呢间嘅神学院里面咧，所有 faculty 即系嗰啲教师啦，同埋嗰啲学生咧，都要用 King James 嘅，即系可能你写 paper 唔觉意用咗 NIV 啊、NASB 啊，可能会扣分啊，可能，唉，真系奇啊！佢即系你咩最奇系乜咧？最奇就系佢讲完呢啲咁无稽，即系佢讲啲关于 King James 嘅嘢，然之后佢仲可以 quote Bible 啊，啊，又诗篇啊，又 Second Timothy 啊，又哇，又 Peter， 又哇，真系奇啊！即系你圣经有乜可能会有讲 King James 啊？根本就系乱嚟啦！咁啊，仲有啊，啊，如果有睇新闻嘅咧，会留意到啊，旧年冇几耐之前就系旧年嘅 Halloween 啊，嗰、那个叫万圣节啊。咁啊，有好多报纸都有报道噶，例如呢个系咩啊？《Wall Street Journal》啊，咁啊都有讲啊，喺一间教会啊。北美的叫做 Amazing Grace Baptist Church， 喂，又是 Baptist 喎，真系邪啊！呢啲嘢，你知唔知佢哋做咩啊？佢哋咧就喺万圣节嗰日咧烧书喎，就烧啲，即系据佢哋讲咧系会荼毒荼毒啲基督徒心灵嘅邪书啦，其中即系例如葛培理嗰啲书德兰修女嗰啲书啊，咁啊，其中咧，佢哋烧嘅书里边咧，仲包括有 Bible 添啊，就因为咧，佢哋相信咧，除咗 King James 之外咧，所有 Bible 咧都系邪嘢嚟嘅，都系即系带领人走入迷途嘅吓。佢哋仲即系将啲片段啊整上 YouTube 添啊，咁你得闲可以睇下啊，烧 Bible 啊，真系威啊，咁啊，即系。啲華人教會、華人基督徒聽到呢啲嘢，當然又覺得哇，真係冇搞錯啊！一啲完全係迷信啫。你聖經裏面根本冇叫過你，冇同你講過話 King James， 唯有 King James 先至係唯一嘅聖經，更加冇講過嚇 King James Version 啊 ，is inspired by God 啊 ，divinely inspired， 冇講過啲咁嘅嘢啊嘛。咁你都信咁，你真係亂嚟啫。咁但係呢，你唔好笑啊！即係華人基督徒，即係雖然佢冇。呢啲咁嘅嘢，因为我冇听过有人讲话，即系咩啊？和合本系神所默示的，我冇咁听过，冇咁离谱。但系有其他嘢都系好奇的，即系例如好似以前我翻教会咁啦，即系嗰个牧师啊，即系佢唔系牧师嚟，嗰个传道人咧，有一次咧就即系嗰日我做团契团长啊嘛，咁佢同我讲啊，佢话留意到我嗰个团契嗰度好多人咧有去唱卡拉 OK 啊。咁佢認為呢個咧係基督徒失體統，係會俾人見到咧會失見證嘅行為嚟嘅，所以叫我禁止佢哋去。咁即係當然，我覺得佢係無稽，咁我冇聽佢做啊。跟住佢想 convince 我，跟住佢 call 好多 Bible 啊，又話咩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啊，講一大堆嗰啲咁嘅嘢啊。咁即係你係知啦，有啲人咧，即係尤其喺教會入邊咧，即係佢係會他心里面已经有一套，然后他就去 Bible 那里 去找一些东西出来，好像刚才那样，他其中一间神学院，他说 King James 是神所默示的，他都 quote 了很多 Bible 出来的，他根本就是 abuse， 是乱地用 Bible 去 support 他自己想证明的一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是看 Bible， 他本身就在那里写 Bible， 这个 不单止是北美那些基督徒啊，教会那些会这样做的，华人都很多的，迟下我再讲啊。咁啊，好啊，今次就讲住咁多先。有兴趣嗰啲周围睇下 ，King James 好威噶，喺世人社会都。你确定你对手上嘅圣经了如指掌？你确定你所得知嘅宗教知识真系神嘅演绎？当你指责人哋系异端嘅时候，你自己又有冇曲解圣经啊？How Tin Dog， 宗教研究学家，带你从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圣经研究明珠台。Lady Radio， 真相发掘。